发现这虎头蟹，就在准备握杀啊！你看这壳上两个大眼珠子，看这背面啊，是个小哥哥。哎，说这儿有个小河豚啊，还活着呢，遇到危险啊，它就会鼓起肚子来。这可不是个蜘蛛呀！啊，你看它瘦不拉几的，也没什么肉。石头底下发现这没有毛的孩子，就是刺比较短，这下面就是它的牙齿，好多的派大星啊！啊，这全部带回去啊，都做成标本。